曾几何时，他生活在牙齿的王国里。这个王国里住着一位女公主，她的名字叫 Pearl。霹雳儿的牙齿足够明亮，足以为其他牙齿树立榜样。但有一天，霹雳儿的王国遭到了口香糖怪物的袭击，怪物们用憨汤食物削弱了牙齿的抵抗力。霹雳儿决定与其他牙齿一起保护她的王国，和公主一起加入的牙医朋友们一起为他们选择了健康视频，开始了一场刷牙大战。霹雳儿用牙刷和牙线来保护她的王国，其他乐牙也加入了这场战斗，将怪物击退。最终，霹雳儿和他的牙齿朋友们让他们的王国恢复了健康善良的牙齿。牙齿很感激公主，决定从那天起更加注意自己的牙齿健康。牙齿王国在霹雳儿的领导下继续将幸福传播到微小的地方。